杂案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买那个大车的原因吗？我们不能买海力士。对，因为我们家进不来。给各位看一下，连长轴也不行，就是这么小。这个空间到底要怎么进呢、啊？帮我看一下那边。你看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就这样一点点的缝，然后我们进来的路呢，就是这么的小。这是大叔的老家，我们过年回来就是要走这个小路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房子的缺角？你知道这个房子的缺角啊？这个有没有？这房子为什么会这样？以前是直的。这是。那时候老家为了要翻建，然后把它打掉，我们的那个什么，在那个砂石的那种小型的砂石车才可以进得来，所以我们才一直用这种短轴，是我的最佳方式，因为至少可以回到家里的那个庭院睡觉。好，来不来走。昨天晚上送完电池，现在要送什么？送完电池，现在送什么？送那个哪个？暖炉啊！啊？在这里不错。嗯，因为它好像是空台。对啊，那种人家车泊的地方啊。我们要去送暖炉。今年大叔的那个哦，春节车泊啊，哦，第一站是什么？就是送暖。送暖。我们要送暖，今天早上要送暖，送去哪里？马仔。嗯。地址不是你看的，他传给你有没有传给我？哦，我们要去嘉义啊，方大哥的家。哦，我们要去方大哥的家。那一天我在店里帮老板娘的时候啊，然后来了一位客人，然后一个大姐，然后我本来要走出去，后来听到她讲一句话，我就不敢走出去。哪一句？你告诉我。你猜看看。大叔赶快出几支嘴啊，无路用。还是老板娘厉害，你看整个店都是老板娘在打理、在处理、在弄，然后一个小女生啊，什么小女生呢、欸？你是小女生吗？我说我看起来很小。哦，所有的东西都她来弄，连电池都可以这样子弄。她说你很厉害。昨天晚上你不是要把那个电池送到那个新竹吗？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弄一台大一点的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那台大车要干嘛吗？哎、欸，我退休的另外一个生活就是，我们就是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车泊补给站。不是啊，我们就固定说，比如说，一个月，变成一个月出去一次，然后一出去的是八天，然后这八天是干嘛？就是环岛，然后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店里。所以你现在假日不车泊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我退休的时候我一定是假日不车泊，但是我每个月会出去一次，就是八天，七到八天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你觉得这个 idea 好不好？车泊补给班？怎么补给？就开始把那个清单，那个启动车泊补给班，然后你住哪里，然后你需要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就会开始一站一站一站的送过去，这样。那如果你住晚上半路人打掉就？来不及了，我们会给你二十天的时间预定，然后当天的时候就出发，然后我们就是把东西都。堆满了车，我们就出发了啊！所以说要弄一台大一点的、啊，像比如说中梯、大梯这样子的车子、啊，然后车上就是剩一个睡觉空间，其他就是储物空间，然后就是这样走，好出发，然后就这样子一路这样子一直往南，然后环岛啊，反正我们就是环岛，然后回到台北这样子啊。啊，到当地、哦、所以是大叔的工作，就是一样留在店里。没有，我们两个就出门了。
那我电才不能。没有，就那，你一个月总要休个八天吧？只是改成急休制啊。平常每天就是。不行，为什么？没有，啊，休八天不是这样就是休息了、啊。没有。为什么？上22天的班，休八天。没赶快了啊？没有。这个不符合劳基法。啊，平日也不照休啊。那我们只是一个月再多休一个八天的、啊，两个月多休一次八天的、啊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构想不错。台湾很小，没有很大。不需要大八天。我们就是要去环岛去玩啊，我平常就可以环岛去玩啊，不然就是我们每半年来计划一次，但是弄大车就是要这样玩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这么决定了。那就会说大车要出什么？我就规划一个所谓的车泊补给站。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去买个煤油？哦，高啊！不贵的。加六块吗？哦哦，这样是，家己的。煤油越来越大了。加，哎、欸，真好哦。过年到了要干嘛？贴春联吗？对啊，哦，你这个春联是还要放鞭炮？对啊，哦，电子鞭炮，欸、这很环保的哦。对，还可以重复使用。哦、重复使用啊、哦，明年过年还可以继续拿出来。不过这个就不能重复使用了。哎呦，大叔时光呢？兔年，那个来，我们讲个兔年的吉利话。吉利话是什么？祝什么？祝各位兔年。兔年怎样？每个人都变成兔子。那就是因为休十天吗？所以也会变兔子，兔宝宝，跟兔吧。对啊。那个祝各位哈、哦，今年那个都能够生个兔宝宝。哎呦，我们家车友生兔宝宝，这好像有点太抱那个兔宝宝的孙子、哦。那还可以，嗯、还可以哈、哦。好了。这什么吉祥话？你洗。那个兔年行大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洗。那个年年平安了、啊、哈，岁岁。岁岁怎样？岁岁如意哦、嗯。哦，掉了。我在等我的小零件啊。对，我们老板娘在。我在大扫除。不当不塞哦。阿温、啊，你说叫我要，你不是要分享一个什么东西？哦，对啊。你那个。大家最近买了那个。一堆人买了煤油炉啦，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不会使用。用，只是不知道怎么换、嗯。如果说要换那个，那现在老板娘要推荐什么？没有推荐啊。哦，这个不是，这已经卖到翻掉的东西了。对啊、嗯，没有推荐。因为这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煤油炉哈、哦，到底有多高我们就不讲，因为已经一堆人买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要来点灯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不拿煤油来啊？等一下啊！哦，别着急。首先要怎么使用？我们先，因为还没用，我们先告诉大家，如果你的那个哪个，我们要怎么先教大家怎么换芯啊？换煤油芯哦。对，就是它的那个芯要如何换，那比较重要，因为。已经有人在 FB 留言，可是这种东西又没有办法用讲的，只好用拍的比较快啊。嗯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个用文字叙述真的很难写到大家看得懂哎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把它拿起来。那这为什么有一个这个？这个就是我们在点的时候，等一下再跟你讲啊，不要被跳来跳去的。好，好，这个这里有四颗，这个螺丝要拿起来。嗯，卸掉就对了。哦，卸掉的时候把这个拿起来，这样子，这会卸下来。这三个东西，然后呢会把这个旋钮把这拔起来，非常粗鲁。然后这个螺
螺丝把它卷开，卷开，卸下来，然后这个拉起来，就可以整个拉起来。哦。一定要把这个卸掉才有办法，因为它这个的卷轴是卡在这个上面。哦，卡在那个齿轮。它可以上下的。嗯哼。然后这个它会有这粘在上面。嗯。等于是有插进去，它才不会滑动，所以要把这个拔起来。哦、这个整个拔起来。对。还是换这个换掉。对。它多久要换一次？大概一年嘛。哦。一年换一次，跟你用的油有关系。嗯嗯。如果你用的是。没有的话大概一年一次、嗯、那如果你用的是佛油、嗯、有可能要换一年一年要换两次、嗯、因为佛油的分子比较大会影响这个棉芯、嗯、然后装好好了之后就把这个压好让它能卡住嗯，有四边了、嗯、好就这样OK， 然后好之后一样把它放下去之后你要看一下卷轴，要对准。哦，它有一个凹槽啊。嗯，你一定要对准哦，不然你就真的会，然后再把它上锁。上锁的时候再试试看转转看后面有没有。哦。我上锁好，它就可以用，有上下。嗯嗯 ，OK。就这样。然后好了之后呢，要锁紧，再把这个塞回去。这个只是塞下去而已。对，塞下去。这个有分，应该还好，因为这个有一个平的，一个防呆。对。只是这个要拔要点力气，用力，然后把这个放回去。然后依序再把它上锁。对，算还蛮简单的。嗯，我感觉你厉害。好。这个东西，这个照理说，人家在问，应该是老板娘要交给大叔去研究。结果我没实在没有时间研究，老板娘就把它搞定了。我真的是出一张嘴而已。我没有说，都大叔自己说的哦。那个一个欠卡的女人哦，背后要有一个。默默的男人只要出一张嘴就好了，其实也不错了哈，是吧？然后这一张嘴又不能一直念哦，我这一张嘴只是拍而已，我不是念哦。是这样哦。我怎么敢念他？嗯、念他会被扁哎、欸，会被骂。会被谁骂？你啊。谁敢骂你啊？就你。那一定要记得锁紧。嗯，不锁紧会怎样？不锁紧，它会咬开啊。那个油，如果你在搬动的时候溢出来怎么办？不过我们先跟各位讲，这个东西哈，只要是跟电、跟火哦有关的东西啊，所有的安全要自负哦。对啊，自己要。哦，对啊。装回去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这个有没有真的都有卡进那个卷轴里面。对。不然你会一直转，它都不会动。对，所以一定要对准。来，来转转转。我它有在动。对。火，棉芯越高，火最越大；棉芯越低，火越小。嗯，这样 ，OK， 好。好。然后这个放回去。那这个放到哪里？这样。它只要盖住了。啊。盖上去而已、啊。对，盖上去而已。那我们要用的时候，就是这里。天油。天油。对。好。它、啊、有漏斗吗？没有盖耶，要死我！他有付吗？没有付啊，这板就没有付。这时候要看功力的时候了。看功力、哦。就是不能露出来啊！啊，我们这个没有，它就是有一个这个东西。哦哟，厉害哦！最好各位去买个漏斗，那个漏斗那个五金行。小北就有卖。小北就有卖，对对对对对。5块钱。那个小漏洞，那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没有去哪里买？有没有看到写一个国光牌，4公升哦？去哪里买得到？来说一下。中油直营店。对，为什么要中油直营店？因为我们跑了三家。我们跑了中油的加盟，跑了台塑的
的那个加油的都找不到，然后在我们家乡的那种很偏僻很偏僻的中油直营店就有卖的，所以各位记得只要找中油的直营店一定买得到。欸、有油表哎、欸，哎呦，嗯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买原油乳哦，是跟着大家买的。哎、欸，不是加完马上要点火，要等15分钟。早就已经等了。对啊，所以。我加完之后，我为了点，我又去买了这一个，然后又去买了漏斗哦。各位去买这种最小的漏斗，这个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样。等一下，嗯、啊，好了。对啊，好吧。盖起来。新刚开始会有那个烟，对，正常。盖起来啊！油啦！哎，那我们现在这边煎大肠，最好那边可以煎的。你要这个可以放那个啊？你要有个盘子啊？对啊，就这样。嗯，简单明了。但是没有看到火焰了。那你就开大一点了。放着让它烧了。就这样。那边会有黑烟呢。就刚开始的时候而已啊，之后就好了。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不然呢？哦，好，就这样，那就让它点吧。对，这个如果你加到满，可以点16个钟头。嗯，还可以一边点一边加油吗？这不会太危险吗？嗯，尽量不要。如果你点的好就没问题啊，万一你没有弄好怎么办？嗯。但是先跟各位讲哦，像我们这么空旷的空间，点是有跟点没有一样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围起来，如果你有围布就会好一点。所以你要围在你的帐篷、你的炊事帐里面。对，可是要记得通风哦。有了有了，有感觉到那种热气了。嗯，没有的那种热气了。有风，你有听到风声一直？有啊，要拿进去吧。拿进去哪里、啊？家里呀、啊。那你干嘛？比较温暖啊。你要不要那么冷？搞定了齁，晚上来拍一下齁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大概就这样子，嗯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像这样，哎、欸，有拍到吗？有吗？有这样子，看到。你在干嘛？烤橘子。烤橘子，温清酒。温清酒。然后上面还可以煮煮汤啦、啊，我们之前还煮过什么热水？热水。嗯。火锅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上面还可以煮火锅。可能太重也不行，因为它这个不是那么。坚固，这样我觉得煮水还可以。有，我们上次在那边洗澡啊，在那个对，我就煮水洗澡啊，用这个煮水洗澡，啊、反正就是那天狂风暴雨啊。没有，还有一次在那个，还是万善堂啊，那次也是用煮水的。嗯，冬天就是煤油炉，哦，啊、不然就是灯炉。啊、不然就什么，就柴火炉、气化炉、气化炉、柴火炉都可以的。只是这个煤油炉是比较小尺寸的。嗯，它真的蛮小的、嗯，有一个这么大。我那天有看那个车友这么大。它、啊、这个可以装几公升？4.6。哦，所以我们一罐煤油就可以刚好4公升。嗯。还有四？还有四。装到满4.6，大概可以用最久，看你开的那个，就是16小时。16到21。哦，还有这个真的冬天还蛮好的，挺暖。对啊，刚好寒流来了。对啊，听说初三、初四会变冷。嗯，对啊。所以只好把我带出门。对。哎、欸，初三、初四，我们这个影片播出来刚好是初三、初四。真的、哦。对啊，就这么刚好。而且我现在明天影片弄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呦，哇、哦啊，你这个也好了嘞哦。你的过年气氛灯已经弄好了嘞，嗯，而且会一闪一闪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的过年影片结尾都会说什么？来，老板娘讲一下。过年影片结什么？结尾啊。结尾。对啊。过年请大鱼，每次都不一样啊，没有学，我要学长辈。演来哦。我不讲完了吗？兔年行大运了、哦。哦，好了好了。他购买兔年行大运，哪有我？你刚刚都你讲的，我都没有讲哎、欸。嗯，所以你是抄袭我的。